台湾型男美女近日频频来港揾真银，先有高大有型的高以翔，他一出现立即被传媒追问他和性感女星雷海恩的绯闻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传言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对啊，那这种东西我觉得交给公司负责就好了。陈乔恩、高以翔寻日难得来香港宣传新剧 SOP 女王同见 fans， 可惜突然滂沱大雨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大会决定取消见面会，他们两个都好失望啊。我们的心里都很心疼，然后他们等了这么久，然后突然下大雨，真的是老天爷对我们不好，我也 对，对不起粉丝们。希望他们回去的时候不要生病。fans 都唔使太失望嘅，因为我哋帮两位做咗个专访，佢哋仲用广东话同大家打招呼添。大家好，我系陈乔恩，我好开心来香港。大家好，我是高以翔。我爱你哋。我爱你哋。我觉得乔恩很活泼啊，就是很善良，然后人很好啊。所以第一次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有距离感跟很酷。然后再次跟他合作的时候，就是慢慢熟悉他之后，就发现，在他型男的外表下面，就是一个死小孩。哦，没有啦，就是一个赤子之心，因为他很孩子气。然后他非常，比如说对女生很绅士，跟他熟了之后，就会发现他脸上写的"快来欺负我"几个字，就会一直欺负他闹他。虽然高以翔私底下好临线，但系佢一做起嘢嚟就好认真噶啦。最近佢仲接拍咗部荷里活电影。压力当然是会有，但是我是觉得很期待这一部作品，因为真的是我没有试过的角色，然后不是高富帅，也不是家庭背景这么好的，然后也不用讲这么多成语啊，然后因为都是英文，然后就觉得是一个难忘的一个经验。他们两个除了对工作要求高，对另一半都一样。我是蛮喜欢，就是可以让我笑的。个性是活泼，然后又搞笑，然后你笑很容易哈你痒你就笑了。不是的，我说就是可以让我开心。对不起，我不要欺负他。啊，你正经讲。可以让我开心，然后又可以有性感又可爱的一些女生。I love Hong Kong. Hong Kong is the first place I came. Ever since I moved to Taiwan, to do a photo shoot. So actually, I've been quite reminiscing of Hong Kong every time I come. So every time I come to Hong Kong, I enjoy myself very much.